干嘛呀？啊？你别招我啊！什么样？哎，那个男，这是我一同学啊，也搞粮油的，跟我上下铺的关系特别好。原来一条内裤都俩人一块穿，这么好的关系知道吧？你要想搞这行，我跟他说完了，啊，你就找他就行，货从他那儿进，啊，完了最后一块给他算钱就行。啊，嗯，这行吗？能有什么不行？不跟你说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吗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我要不干咱们这行，我跟着人干这个，我早发财了，真是。还有这个，这是2万块钱，你拿着啊。还有，辽批发市场租一小摊，别干违法生意，拿着。钱我不要，别挺着，拿钱我不要。这有意思吗？你这样，这事儿啊，你谁也别说啊，闷头咱给干了。有人不懂的呢，你就跟人家好好学学，向我这同学好好请教请教。这低着头向人学习，不比别人低；抬着头装清高，那也不比别人高多少，是这意思吧？哎，啊，行，行，那我走了。嗯。哎，那边货都收好了？还说好了，说好了。刚开始啊，我就以为那个老蒋啊就不得了了。这回我一看见向上的同学，哇，我发现我就是井底之蛙。刚一开始我真没太注意的，因为他穿的太普通了，他穿的，因为还戴着一个近视镜，啊，我以为他就是雇的工人呢。这叫包子有肉不该整着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啊，那真是我。他那个人家那粮油市场那个大呀，就门口那个门市房门口人那个带挂斗的那个大卡车就5、6辆，每辆能拉30-40吨。我就听旁边人跟我说了，人说他呀在东北有2个大米加工厂，然后在那个哪儿，在那个河南有一个面粉加工厂。你想想，太有实力了。我去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是向上的哥哥。人家一听对我特别客气，人家就说了一句话，说的向上的哥哥就是他哥哥。告诉我，随便拉，随便拉，能拉多少拉多少，你拿回去你全卖了，卖了，卖了之后你再给钱。太有实力了。关键是咱多亏有了向上这么个好兄弟。哎呀，真是啊，真是就是真是非亲非故这么帮咱们。没事，咱们有，咱们下半辈子好好报答他啊。蹭身上，你那么拎着没事啊，别捧着啊，吃好过来啊。哎呀，兄弟，快屋里，请。行啊，快说请了啊，快请坐，快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可以，像那么回事儿，这一切全都托了你呀，所以你的情谊我就记在心里。行了吧，你不用记着，也不用你还啊，你就好好的，别让对你好的人失望就行了。你放心吧，兄弟啊，我这么多人都拖着我断虎啊，我要再往下出溜，我真就是说不过去了。就为了大家伙这份心，就为了我儿子段毅啊，我必须得好好干。有你这话就成了，我就是来看看。我走了，这走这往哪儿走啊？你不行，你留下吃饭，吃饭我请你。嗯，我怕面。不是你怕什么？你问问他，你今天跟他小妈怎么样？没怎么样，还没怎么样呢。你看你那表情，你那表情都不自然，特别不自然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？你都这样，你既然心里有，你就赶，你还等着干什么？就上啊，就得。我用你管吗？啊！别给你三天笑脸，你就顺杆往上爬，我用得着你管吗？兄弟，哎，你先别走，你给我几分钟啊，你听听我的心声啊，我就跟你讲，你知道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敢下定决心改邪归正？不为别的，就因为你们一家人。首先一，向叔啊，
对我是那是不厌其烦呢，不厌其烦。然后就是大妈喋喋不休，苦口婆心。再一个就是你，虽然你有时候你对我确实你确实对我有点混不吝，但是你到关键的时候你总是能拖我一把。你说我段红我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十年前我就是个贼，啊，十年之后我出来之后我还是一个贼心不改的贼，啊，就是你们全家人对我真好，拖着我给我脸，我其实我什么都明白。你们一家人真是太厚道了，你们一家人都是好人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好人必须得有好报，啊。就像我这样坏人，我就得求菩萨，我说得保佑我相叔他们全家人都平平安安的啊，我能做的就做这些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好人必须跟好人在一起。你看你是好人，那个他小妈也是好人，有他在，别人配你配不上，有你，就是别人想配他，不可能，你们俩就是天仙配。啊，我是属于什么呢？我没什么文化啊，我就觉得如果你们两个真的要不在一起的话，真老天爷都不同意。哎，乔安娜，进来吧，找我有事儿啊？这不是刚下来的桃吗？我给你拿了几个，哎，洗过了，尝尝啊。我今天还是有想吃桃呢，不客气了。嗯，甜吧？嗯，是挺甜的。来，坐，哎，我拿点水。哎，你别瞒我了，你不用管我啊，你坐着呗。你找我不会就为了给我送桃子吧？嗨，我这不过来看看你吗？感谢感谢你啊！前段时间段誉烧伤，你忙前忙后的，我也没腾出空来跟你说声谢谢。谢什么呀？你当着小妈白叫啊？嗯，你跟这个向上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着啊？就，你还端着呢？谁端着呀？你看，你现在就端着呢。你说你弄的那男的吧，都不敢接近你，你说这好吗？对不对？你说咱们主动一点，温柔一点，这女的嘛又不掉价儿，见着那男的你就把头低一点，温柔一点说话。我说这也用我教你？你教我？你都不温柔，你还教我？不是我该柔的时候特别柔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你再教我。周警官，您走道为什么老是低着头呢？你是鞋带开了，还是钱包掉了？要不然，我委屈委屈，给你当当老师，教教你如何做一个温柔的女人。谁说我不会温柔了？我是没空。我不是温柔，我是绕指柔。我向你求婚吧。我不一定答应你啊。我们结婚吧。你就这么轻飘飘的向我求婚吗？形式呢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内容。前提是你必须老实、忠诚。你要是不忠诚，非得收拾你！你别忘了啊！啊，我说你就不反对啊？我想结婚，我为什么要反对啊？我这么大年龄了，你不是说我剩女吗？啊，得了，我就委屈一下，将就一下，啊，认栽。什么？你认栽了？我认栽了，行吗？都一样，都一样。想笑就笑出来，哎，
今天这炒的不错。真的？那一会儿我也尝尝，那应该也不错。拿手。来来来，我来给你，这你爱吃的，来过来。嗯嗯嗯，好。跟你们说个事儿。来来来，多吃一点菜。我向周叔求婚了，他答应了。啊？嗯，谁？小白小白要结婚喽！小白小白要结婚喽！你吃饭吃饭吃饭。你们怎么这表情啊？你看，之前不是挺着急的吗？现在这事儿闹定了，你们怎么不开心了？不高兴了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怎么不靠谱啊？谁？嗯，跟周叔可靠谱。那就是。不是，我不是说叔叔，我是说向上。向上，怎么这么不靠谱啊你？你原来不是喜欢那个，就是流沙那样型的吗？你对这瘦瘦是真的吗？你这是动真格的啊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你动真格的了啊？对，我提醒你啊，你算是我儿子。这件事情你不因为我们两个急，你就咣当一下给人家周叔叔给，到时候怎么办呢？你结了婚，啪哪一天跟人离了，这爸爸，这不能乱说，那还没结呢就离了，我刚求完婚，我跟周叔叔那是生死之交，懂吗？懂吗？不懂。这生死之交我懂，哎，可是我觉得你们不像。什么不像啊？生死之交，弄不好就结一个永不背弃的哥们儿，但没说。结一个永不背弃的老婆，以我一个老警察的眼睛来看，你吧和周叔叔，你还能对周叔叔有那么深感情的意思？您那个老向啊，老向，哎，我问你啊，就当初你跟我结婚的时候，你有那么样的深爱我的意思吗？你来了。啊，来很久了。不很久。什么叫不很久啊？不很久的意思就是说我确实来了很久，但是因为我等的人让我觉得不久，所以叫不很久。怎么了？嗯。我哪儿不对啊？送给你。换上它。什么就换上？咱是个大姑娘，咱是 U 型吗？咱是 I 型，咱的身材得是 S 型，啊，就像那高跟鞋一样。换上它。没事，换什么鞋啊？换上吧，来，走吧。我帮你换。旁边都是人都吃饭呢，别换。行了。我可跟你说啊，我穿球鞋穿习惯了，不可能因为跟你在一起就改变了这么多年的习惯。站起来看一下。这改不改变啊，咱今后再说啊。你先说合适不合适。不合适啊？啊，那没关系，明天我拿回去换一双。那你不觉得你穿高跟鞋漂亮很多吗？啊，真的漂亮，身形多好，是不是？你要早这么倒饬，早把自己嫁出去了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你这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就是，你看，那你也不看看我向上是谁？今后不一定大富大贵，但是呢，咱得有那志向，对不对？你哪天？啊，进了我们向家门，你得顾及我们向家的颜面。嗯，谁说我要嫁给你？你怎么还出尔反尔啊？你怎么还说话不算数啊？你是当警察的，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你
当警察都说话不算数，那还了得吗？有王法吗？我得问问大家，这警察说话不算数怎么办呀？不是不是，别闹！警察说话不算数怎么？坐下，别闹了。服吗？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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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服了。讨厌，看着我。没看别人。看着我的眼睛。没看别的地儿。你爱我吗？不爱你，我跟你结婚干什么呀？你好好说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再说一遍，不爱你，我跟你结婚干嘛？咱俩结婚，我得约法三章。嗯，一共是21条。哇，那么多。第一，吵架时不许骂对方父母。应该的。第二十一，再怎么吵也不许说离婚。必须的。中间那19条呢？省略，那是过程。哟，爸。您还没睡呢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等你呢。好，等我呢。您说，去找叔叔了？啊。你想好娶叔叔了吗？我再不娶，人家人老珠黄了。你不是真的喜欢他，人老珠黄也不能黄到你手里啊。那叫暴殄天物。严肃一点。嗯，儿子，嗯，说心里话，我一直有个愿望，叔叔做我们家的儿媳妇。我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他的人品、性格，反正各个方面。啊啊！你是我亲儿子，不是亲儿子，我也当你面跟你说，他比你强的。很多各方面都比你强。你虽然在事业上现在在努力，嗯，当然了，事业不是一天的事儿，要慢慢的奔。可是有一点你不能忘了，不能对不起叔叔。不是，哎，爸，我们俩这还没怎么着呢，是吧？还没正式过门呢，人家您就觉得我有背叛的迹象了？你想好。他做你一辈子唯一了吗？生死与共，厮守一辈子。行了，爸，别让我在这儿发誓行吗？我肯定会对他好的啊。儿子，你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你自己有把握吗？我和你妈没有强迫你，看你自己，你是不是真的那样的？对叔叔，你认定他，你认定他了，你就要真情实意地对他。你也知道，他父亲是我的老战友，他临终之前把女儿交给我了，我也答应他，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他，我也这样做了。你不娶她，我还有个女儿。你娶了她了，半路把她扔了，我儿媳妇也没了，女儿也没了，我怎么跟她父亲交代？我可丑话说在前面，到那个时候，我没你这么个儿子，你也别认我这个父亲。爸，您放心吧。我今天很高兴，参加我儿子婚礼。
我儿子不用说了，我先介绍介绍叔叔啊，叔叔，我看着他长大了，以前跟我叫叔叔，后来跟我叫师傅，可是这么多年在我心里，其实我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那样看的。叔叔的爸爸是我的老战友，走了以后，我一直希望他嫁个好人家，真正的幸福、平安、快乐。我没想到，这个便宜让我儿子捡了，他捡了这么大的便宜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先是嫁女儿，然后再是娶儿媳妇。哦，来吧，女儿，我祝你平安、快乐、幸福。将来无论是挣钱也好，作为长下，你要为叔叔好。你叫一声老婆容易，但你要叫老太婆，那你要付出一辈子的时间。我希望你一辈子能够走到他叫老太婆的时候，像我和你妈一样。香啊，那个，什么香啊？体香啊，明明是洗发水的香。嗯，兰溪春尽，碧洋洋，映水兰花愈发香。还做上诗了？嗯，说，用这种伎俩骗过多少小姑娘啊？我这伎俩，我也就骗骗你，来劲了是吧？嗯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。我以后可是你的亲父，以后别对我那么凶，听见没有？讲事儿，老公，我听听。这是真的吗？嗯。这就是我周叔叔的婚姻、爱情。嗯。还不相信啊？啊？是真的，来叫一声，叫声老婆，快点，快点，叫。哎，你看你，老公，哎呀，哎呀，太棒了！跟你说啊，以后呢？就是有老公的人了，啊，是一个有家的人，我会让你不再哭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哎呀，爸。哎，你这时候瞎忙什么呀？
盛盛啊，你看这镯子呀，反正不值什么钱，这真是老辈儿传下来的。当初啊，是我姥姥给我妈的，后来呢，我妈又当陪嫁给了我。现在妈又把这个呢传给你，你看成双成对的，咱图个吉利，就盼着你们呀，早点传宗接代，早点让我抱上大孙子。嗯，谢谢妈。带，就是反正是样子不太好看，就是我们的心意，别嫌弃来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来挺煽情，煽的我都快受不了了。珠珠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你的名字不光出现在了我们家户口本上，以后还能出现在向家的家谱上，是不是？你就是我们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是最核心的内容啊！还有一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这生意我崽儿。对对对对，小崽儿，孩子就是孩子，怎么小崽儿呢？孩子不是小崽儿，小崽儿就是孩子。这老头子。哎，你看看这个挺好看的。这没根儿，你我说的是根儿，这个，这行，这行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看一眼。站起来。站起来看一眼。哎，你穿上啊？对啊。走吧，啊，长短都是行。行行啊。走，你别推我！你说你推他，我没推他，我发誓。哎，慢点。哎，啊！哎，我真的疼。哎呦，你别动，别动。怎么样？哎呀，肿了没有啊？哎，肿了不能揉，用冰块，冰块来冰上。夫妇，哎，我自己来。啊啊！哎，呦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跟我这装害羞。穿高跟鞋，哦，不是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这不是个女人生下来就会啊？可我就是不会啊。你踩上去，站起来，就可以了。我不会走。你有什么不会走的？你就正常迈步嘛，对，该怎么走怎么走嘛，就跟你平时穿运动鞋一样，正常的。就是。我就是觉得我穿上吧，怪了吧唧的，总觉得我穿上不伦不类的，像个男人一样。我是不是真的像个男人一样啊？向上说你什么了？不是，他要真说你什么，你告诉我啊，我找他算账去。没有。向上看我的眼神，我就觉得挺别扭的。他还说。我走路不会扭腰，自卑？我没自卑，那就是有心结。我高高兴兴的，有什么心结啊？我在心里拿自个儿跟流沙比呗。我就知道，这根本就不是一双鞋的事儿。你的狠劲儿为什么不能用在自信上面呢？一个歹徒你都能撂倒，你还怕流沙？不是，哎，你说那流沙它有什么魅力呀？它不就是风骚一点吗？对吧？这，当然这个就是风骚吧，你确实跟他比这个，你肯定对吧？你肯定是不占优势。但是，咱清纯呐，真的，叔叔，一个清纯的女人，她变起来，她可以风情万种。一个风骚的女人，你让她清纯试试，恶心死你！真的，你就把这双鞋穿上，你就当它是流沙，向上的过去，你踩上去，把他们踩在脚下。你这什么比喻啊？你管他什么比喻呢？啊，我不别动，别动，你就听我的，听我的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放松，放松啊！这个世界上呢，哎，你别放松。
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，知道吗？你到了40岁，你再打扮，没人看了。可不在乎，是不在乎。你不在乎别人，你不在乎向上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女人的脸蛋儿吧，在外人面前，哎，她就是男人的面子。还不错呀。先生，这里有人吗？对不起，这儿有人了。又怎么了？这是又啊？啊？问你呢。你说这别人结个婚吧，有婚纱穿，有这个有那个，有人疼，有人哄，能撒撒娇，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，还能有一个温暖的男人的胸膛可以靠一下。我有什么呀？哎，怎么了？这是又受什么刺激了？你这是又？我就是受刺激。哎，我问问你，周警官，你以男人的角度，你觉得他以前有女人味儿吗？有一点儿女人味儿吗？你看人现在，风情万种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好男人疼，有好男人把他唤醒了。你跟人周叔叔比什么呀？我怎么我就不能比呀？你是不是想也找个男人唤醒你啊？你们先给我签字，签完再好，好不好？拿来吧，拿来吧。拿笔来，拿笔。你是数学又没及格啊？你不是答应我好好复习功课吗？我那天陪你熬到11点啊！亏着我刚才看一眼，要不就背着你蒙混过关了。让我签字还签，看看这。段毅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你过来，妈问你，你现在班上排第几名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学习不努力？问你话呢？问你话，你说呀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就是没本事。为什么天天爱我？我们班同学都上辅导班，我跟他们一起考，我能及格吗？这数学是不是你们班上课都一起学的呀？你是不是你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啊？没听讲啊？儿子，来，妈问问你，上辅导班得花多少钱？咱也上。我听同学说，一个学期2000多。舍不得给我上吧，你们就是没本事，凭什么天天说我？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我们说还让我们闭嘴啊？还不说不了了？天底下那么多人都能上得起辅导班啊？我跟你讲啊，有一次我看电视啊，人深圳的一个小女孩，爸爸重病，她又要照顾爸爸又要学习，每天背着爸爸上学，那全班第一呢。你跟他比，爸爸妈妈健康吗？啊，身体健全吗？不用你喂饭，不用你喂水，你算是生活在天上了。你小崽子还反了你了你！你给我好好写作业去。我不会，你辅导我。
拿题。怎么倒啊呀？买票。我跟你说啊，有很多家长看不懂题，啊，还有很多当爸爸妈妈的在外面打工啊，人孩子就扔在家里，你说谁辅导这些孩子？但人这些孩子都是尖子生啊，还有深山里的那些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些，那都是人才呀，人都靠自学。你是不是在那找茬呢？你，我就问你，这个学期你学习成绩能不能上去？问你呢，能不能？能。拿着，写作业去。以后辅导孩子的事你就别参与了啊。我呢还算是教子有方吧。呸！嘿，你这算教子有方啊？胡搅蛮缠，你懂不懂？我告诉你，段誉就是人小，他说不过你。你教子怎么有方了？哎，我替我儿子问问你，这个当爹的，你给儿子学习提供什么？嗯，你先不要管我提供什么了啊。如果要都像你那样惯孩子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你记住我这。好好写作业，眼睛离书本高一点。你能不能不像个苍蝇似的在孩子旁边飞来飞去的？上了趟韩国吧，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整哪儿了？真是美成这样啊！整哪儿了是吗？我整脚后跟了。行了，都别笑了，赶紧散了吧啊！所长好，请进。我没看错吧？是你吧，赵叔叔？宁所，我刚休假结束，是来报道的。这看来不光知识改变命运，这结婚也改变。早知道早就结了。行了，你先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还真有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这个星期啊，局里安排学习，你呢也干休完假，别的也插不上手，你就辛苦几天，把这会给开了吧。遵命。那我去了。3870多，3870多啊！这就，哎，这是纯利啊，这是纯利，3870多。哎，这小店如果要生意要是这么稳定下去的话，你那个菜摊不买了。我挣这钱够咱们仨花的了，啊！来，你拿这个，以后我就养你们娘俩了。我现在以养老婆孩子为荣。嘚瑟啊，嘚瑟吧，你就建材市场的时候你就嘚瑟，一家人差点没饭吃。
够了。够了吗？段毅才念小学呢。念中学、大学得花多少钱，你知不知道？嗯，算过没有？还有，就您这破房子，你看这墙皮掉的，我跟你遭罪就算了。孩子呢？让他在这住一辈子？不是你别急啊！这不是好日子刚刚开始吗？刚开始挣钱吗？我今天我你别看我挣了3800了，我明天我就挣4800了，挣5800了。行，不想听了。不是，韩娜，你听我一声，我现在都好弄，这个，你看这不就是好兆头吗？跟你说我不想听了，我倒是不想急。嘿，地球转这么快，再不着急，咱俩就该被甩下去了。最近这地儿要拆迁，听说了吗？拆了，咱们这一家人往哪儿住啊？睡哪儿？问你，咱这一家人睡大街上。啊，这拆迁了，这是？哎，那不正好吗？哎，咱们可以，咱因为咱们租房子嘛，他肯定给咱补偿啊。哎，这样补3万5万的，咱们就有钱了吗？哎，你不说给段毅那个什么吗？咱要租个楼房住吗？啊？不是，你听你说话我来气呢。不拆怎么办？你指着拆迁费啊？死这儿啊？这话别说这么狠、啊，我这不是很努力的攒钱呢吗？攒啊，快点攒！我不想让段毅童年的记忆里就这么一个破房子。藏起来啊！我想买个电脑。啊？买什么？今天老师要给你联系本的事了。我们班里只有5个小朋友在用联系本。其他家人都跟老师用电子邮件联系了。联系本怎么了？怎么不能用联系本，非得用电脑啊？那你爸你妈不会上网，学校还不跟老师联系了？不买。我就要。你是我儿子吗？讨债的你啊！我跟你妈拼死拼活的挣钱，就给你填着无底洞啊！你亏我没有用。你在学校都学什么呢？你都是啊？每天就不断学习这个世界上出什么新东西啊？我告诉你，每天世界都出新东西，你爸你妈买不起。别跟人比谁有什么什么新东西，得比学习，你知不知道？谁学习成绩好了，谁能才能耐，那是本事。那么看我干什么呢？快走！让你走，听见没有？你不是你听见没？抬的挺高的，再高点。干什么呀？啊！我们要是不拦着你的话，是不是大巴掌就落孩子身上了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教育他呢。啊！这孩子现在越学，要电脑了。现在，他要电脑。现在，他爷爷。我们上学的那个时候，然后学校是鼓励我们要发明创造，但是我现在我一点也不感谢那些搞什么新发明的人，真的，那些人让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啊，那个身上充满了压力和创伤。爷爷，创伤是吧？这我跟你说，你都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。我的意思是啊。这电脑得买，而且必须得买。对，就是你说那个咱门口卖水果那小王，他都给他儿子买电脑了。听听，说啊，这叫跟国际接轨。哎，闹鬼吧。好了，我的意思呢，还是不要先买了。这电脑你以前没有，那也一样过得挺好的嘛。
对。再一个是不是啊？你说有了电脑以后干嘛用呢？啊，老师给他过去派什么作业呀、啊？他也不是那样很，就那样就过去了。你要给他个电脑，老师给他下作业放到电脑里行。那如果老师不给他弄作业，他出去打游戏了，这事儿你能看得住他吗？还有这些日子，这些孩子住你们那儿去了是吧？我那变化挺大，以前从没跟人家要东西，现在跟人要东西不给他，他还闹情绪，这怎么行？这是跟谁学出来的？这可不好啊！那个什么，就是关于买不买这事儿，我说，咱们再看看，是吧？就即使给他买啊，也别这么快答应他。我再发一回言啊，这孩子呀，成长有主见啊，叛逆，这都很正常的事儿。关键就看你怎么引导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说这是一男孩，他要乖得跟小猫似的，那不是麻烦了就？再者说啊，这。我得给您普及一下，改革开放以后那十年叫学好物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。2000年之前那十年啊，只要你大胆挖煤经商炒股争大管。2000年之后那十年呢，就是所谓的现在 E 时代，也就是电脑时代，信息量交汇的时代。我的发言完毕。你说了那么一大堆，你什么前十中十后十的，你说那些都没有用啊。你现在满大街都没有电脑，都不活了吗？是不是我认为就是不能惯孩子这毛病，您说呢，太爷？我买，别的孩子有的，我儿子也得有。疯狂！你要点什么？啊？你找什么？有那个电脑方面的吗？有啊，微星计算机、电脑爱好者这些都是。哎，来了，秀叔。哦，怎么了？说话有气无力的。哎呦，就是让这孩子闹的吧。那电脑的事吧。哎呀，他妈跟着了魔似的。哎呦，我都没法说。哎呀，江叔您坐吧，您。哦，不坐了，不坐了。这么的吧，我给段毅买个电脑，这样的话你们就行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你们俩别再吵架了，好吧？不是，哎呀呀，江叔啊，他不是，我们也能给他买，就如果他孩子要为了学习呀、啊，买电脑没有问题。我意思是说什么呢？不能要风给风，要雨给雨，那什么都由着孩子性子来，那能行吗？他今天要电脑你给买了，他明天要汽车怎么办啊？我是说孩子不能惯着我，是这意思。这话说的对，我跟你别跟乔安娜再吵架了啊！孩子都大了，他懂事儿了，他知道这事儿以后他会往心里装的，好吧？再一个，抽时间我碰上他妈，跟他好好聊一聊，这不能这样了。哎呀呀呀，向叔，你赶紧跟他说说吧！哎，真是的，哎呀，有时候他那个真让人寒心呐。啊，你忙吧，我走了。你再不再坐一会儿？不，我那手里有事啊，我走了啊。行了啊，太爷爷啊，不坐了啊。别说了，我看后边。哎，好，你们呀，真的别太纠结。反正就一台电脑，我跟叔叔商量一下，我们送孩子。对。妈。嗯。咦。哎呀。开心吗？妈妈，我爱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爱大米。爸爸，这电脑能上网吗？当然了。买什么干什么呀？得花多少钱啊？这电脑打开看看就行了，是吧？不能联网的电脑就是废物。你懂什么呀？就是。哥，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就是，你懂吗？没事儿，向上没给他申请包月，只申请了每个月20小时的套餐，就是怕他玩疯了。什么？20个小时？怎么不够啊？我们都帮你算好了，你看啊。每个周末呢能上2天网，每天1.5个小时，一个月呢就是12个小时，剩下的就让你爸妈去接收邮件，好不好？嗯，这个其实买台电脑这也不算是纵着孩子啊。哎，你看现在人家这个银行的人啊都不希望咱们去银行交钱，都希望在网上就叫什么来着，网银啊，就跟买个油米姜醋茶是一样的啊。时代进步了，咱们也得跟着发展，是不是？没错，与时俱进。不是我，因为我就怕这孩子天天守着电脑，他就不好好学习了。
你这可以上锁的，还是锁？这家门可以上锁，这也可以上锁。你等他玩的时候，你再给他把锁解开就完了。没错。哎，你，我再说说你啊，不能光玩，知道吗？得好好学习，写完作业才能玩，知道吗？听见没有 ？Yes。嗯。小猫，嗯，我能回去跟你们睡一个晚上吗？就一个晚上。段一，不许不懂事啊！你想当电灯泡啊？没事儿，就跟小妈当一天电灯泡，没关系。小爸，怎么样？来亲一个。乖死了！来，我们看看电脑。哎呦，段爷，慢点儿，别摔着了！使劲！坏了！哎呀，我天哪！小爸真香。有香吗？来，亲一个。嗯，这才香呢。哎呀，玩 iPad， 小爸教你玩 iPad。真聪明。可以玩的。咱们家臭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小妈家可香了，小妈床上香，身上也香。我喜欢小妈身上的香味儿。这什么孩子这是啊？哎，刚才我们就从你旁边就走过了一下，就臭的呢又。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什么你刚才听不听见？他说他小妈是，你这品质问题，你知不知道？行了，这孩子说句话上纲上线的，品质不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啊。这现在这品质问题不能有啊，品质问题你知不知道？你干什么呢？我在网上写作文呢。你，哎，你这什么时候电脑打这么溜啊？啊！我一年级就跟小爸学了，那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好好写啊！写作文一定要感人，一定要把人写哭。让孩子好好做作业，别在那儿叨叨。好好写。哎，小同学，看见你班段毅了吗？多少了？一半。都烫手了，怎么回事你？玩多半天了？什么玩儿？你不说实话是不是你？啊？撒谎是不是？是不想学好你？你是不想学好？好，我让你玩啊！我让你玩！我把你的游戏全给你删了！我让你玩，不学好，我就供你读书干什么呢？还学会撒谎了？让你在那玩你，还在那给我演戏？你在那演戏啊？
天天在那儿，你就在那儿骗人啊！你就知道骗人，你在那儿。怎么回事？这个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，你把他，你这叫，你转过去看着我。你这撬门压锁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跟谁学的你？你过来，把你改的密码给我输进去。把你改的密码输进去，你听没听见？你把你的密码给我改，你过，快点过来。把你密码给我改了！怎么了这样？怎么了？改了！这孩子不管，那就是学坏了就。不是，那你也不能上手就打呀！电脑是不是坏了呀？你让我看。坏什么坏啊他？你看给孩子吓的。他把电脑密码改了。他那今天能改电脑密码，明天就改你银行卡密码。这孩子这么不学好你。我让你在这撬啊！我让你在撬锁，听住了。撬锁你今天，怎么给你锁起来你？你哭，你还有脸哭？你还在那儿？干嘛呀？你学习他学习不行，学习不行，考试不灵，你净想着歪门邪道骗你爹。我今天我就给你锁起来，我让你玩你，我他妈今天我要治不了你，我还当你爹，我还有资格当你爹吗？我啊？行，不要哭！不能动，能咋的？不要哭！我告诉你，别护着他啊！妈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护着他哈。棍棒出孝子，教养无一儿。你要这么惯着他，将来有一天他有一天他要长到十八九、二十五大三粗的时候，你他都能把爹妈赶到大街上住去。你，我看你以后再撒谎。过来，松开，这毛病我坚决不能管。你给我放着，过来。你爸说的对，知不知道？做作业。你就不该给段毅买电脑，这孩子完全都是你惯坏的。个九岁的孩子，他拿个电脑，他能干什么？你说他能干什么？除了上网就是上网。你以为有钱，以后在我儿子面前啊，收起你的臭钱。我那臭钱你少用了，我真想抽你！我告诉你，我那臭钱你少用了，你用没用？啊？现在是什么时代？网络时代，不懂电脑等于笨文盲。你想你儿子以后跟你一样啊？半文盲也比跟那电脑学坏强。别胡说，网我上过，我不知道网络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吗？我知道，乱七八糟，还有很多裸体女人。段毅那么小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用不了十岁，段毅就得学坏。我跟乔安娜每天都干什么，你知道？我们每天都盯着他呀，不想让他上网。我们天天跟他破网络搏斗啊。我们两个平时回来工作就很累了，还要搏斗。真的，我跟乔娜这现在真是精疲力尽，气喘吁吁。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气喘什么？气喘吁吁。气喘吁吁！你个文盲，你就是一个文盲，你连字儿都不识，你跟我谈什么电脑？我跟你讲什么网络时代？你不要跟我提网络时代，提什么网络时代？呸！破时代！我们这些当父母的都得被他害死。杨花宝宝，你吃不吃？你瞪我干什么呀？你瞪我也得说，你不该给段毅买电脑。买了怎么了？继续花你的臭钱。那花不错，浪费了。段毅，
干妈，段毅在您那儿吗？不是，你说这孩子大周末的不在家好好做作业，不在啊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估计他就在院外头玩呢。哎呦，我出去看一下。行，没事，大妈，我挂了啊。你也算个老爷们儿，你除了跟孩子交际，你还会干什么呀？在哪儿呢？啊，就应该在前面吧，前面那条街吧。我告诉你，一会儿找不着，我再跟你说，真的。什么说什么呀？都什么说什么呀？不是你跟他吵，他能跑吗？孩子就心野了。什么心野了？我正找你呢，什么公共场所啊你？你外面那牌子怎么写的？那个未成年人禁止入内啊！你怎么让他进来？你怎么不管啊？这孩子多小啊！你让他进来？九岁啊！那你去告我去吧，自己的孩子看不好，跑我这逞什么能？这你说的哈？对，没问题。好，这你记着，你记着，这你等着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没问题，我等着你呢。段毅，今天我要不打你个皮开肉绽，你就不会长记性。你今天，快去。不是你，你躲开，你躲开，你这孩子再不打就毁了。你去，你让着你。打你打，打我，打死我！你这样护孩子不对啊，没有这么教育孩子的。你，他偷偷上网啊，哪来的钱上网啊？你给他钱了吗？你没给，我没给，钱哪来的？这孩子是不是不行？你这会毁了孩子，你知不知道？段虎，你看看这条街，又脏又乱又差，有几个念书的人？这孩子能不学坏吗？这事他是该做，做完了呢，做完他就不去了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哪个孩子能学好？你在这净胡说八道，你睡不着觉，你赖枕头你。我就坚信一条啊，棍棒下面出孝子，去一次我打一次，再去我就打折他腿。去打，你打，你打，你别打折腿，直接打死，省事儿啊。你这么教育孩子，确实真不对。搬家，你不搬我俩搬，这日子过不下去了。眼瞅着这就退休了，是吧？你体力不如原来了，你身手没原来敏捷了，你千万别跟那个小偷你发生冲突，另外他跑你别追了，你心脏不行。哎呀，我是在工作。干什么呀？
回家吧。师傅还在街上呢。嗯，不光他在，还有师母也在。哦，我婆婆。现在啊，最担心他抓贼出事的人就是我了。一，因为我是副所长；二，因为我是他徒弟；三，因为我是他的儿媳妇儿。怎么样，我这身份复杂吧？哎，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师傅啊？让他别抓贼了，贼是抓不完的。哎，怎么了你？啊？我没怎么。这打蔫儿啊？我没有，挺精神的，我这，我精神，精神，我多精神呢，我挺精神。我可觉得你不精神，这坐着饭量都半个小时了。我是说让你在那儿去洗那个生菜去，你这那水还在水里泡着呢，还说清闲下来，说好好的伺候我，有你这么伺候人的吗？啊，以前你跟你们单位领导也这样，什么态度？你这个领导太难伺候了。不是我说你啊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你看看你哪儿那么多毛病。昨天我拾到阳台啊，你看我就是浇花，你给我提了十条意见。第一，说我浇花的水没亮；第二，我把淘米水倒了，说你要留着浇花；第三，呀，行，第三咱们不说了啊，赶紧上大街去抓贼去，要不然你在家待着，说实话能把我憋死。快去。好，这个石头好，还真去呀、啊。相声，嗯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怎么样啊？啊，生意怎么样？还行，还行啊。嗯，我拿个小本儿，你给我说，我来记记，你这货都从哪儿进的？大米多少钱啊？什么黄豆多少钱？小米多少钱？进价多少？出价多少？挣多少钱？啊，本和利都记记。哎，您这让我报流水账呢？这行，来，你等一下，别动啊！来，怎么样？您躺着，您试试，您躺着听，您来，然后我一样的报给你听，怎么样？感觉这从哪儿弄的？弄的，我这是特意买来孝敬您的，我早都想好，等您退休了。啊，你不没事干了吗？没事干你别满大街溜达了。你没事干了你没事你往这到我这来，往这椅子上一躺，然后啊晒晒太阳啊，然后这个等我收摊了，然后我再叫醒你，我跟你一块儿回家。你看咱爷俩不是挺好吗？我还没有废物到那种程度，废物那天再说吧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哎呀，这老头儿，师傅再见啊！再见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。啊，好的，再见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才来呀、啊、你？不好意思，段毅呀、啊，他也没告诉我们就开家长会啊。另外，把电脑给我让我锁起来了，然后所以我就没看见学校发的什么邮件，都看不见。什么邮件？什么电脑啊？你们给段毅买电脑了？什么时候买的电脑啊？不是，段毅说以后什么取消联系本了，以后都改邮件了。他撒谎呢。我们一直都反对家长给孩子买电脑，包括手机。以前孩子的学习成绩本来很好，家长为了鼓励孩子，就用买电脑啊、手机呀。结果怎么样？孩子的学习成绩一路下滑，连写作文都在网上抄。尤其这电脑，别说是小学生。多少成年人走上犯罪的道路，不都是因为沉迷于网络吗？对于未成年人来讲，这网络就相当于毒品。
我们当老师的在学校讲一天也抵不上孩子上网一小时，你说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明白了。这孩子撒谎啊！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个事儿要跟您说。段毅最近的这个学习成绩啊，直线往下滑，你们当家长的可得引起注意呀。好，好，注意，注意，注意。谢谢老师啊，老师您费心了啊。去吧，腾哥。小乔，闪开点啊！这天底下呀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！遇到什么困难，咱往开里想，好不好？
我老婆在床上一躺就是十多年，我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回去照顾她，而且我还不能让她觉得没盼头。你现在就是再绝望，能比我那时候绝望吗？我有时候都想，要不然我跟他一起死了算了，要不然得熬到什么时候才这个头啊？也就是想一想，这天一亮，这日子该怎么过，还得怎么过呀？哦，我忘了，谁说了一句话，叫什么"无苦不来世"。要不是有苦你没有吃完，你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既然来了，再苦再难咱扛着过呗，能怎么样？这天再黑它总有个亮的时候，不是吗？妹子，咬咬牙就当是盼盼天亮了啊。来来来，吃饭。事儿啊！啊！哎，我问你呢，这什么都什么情况啊？然后就两个人面对面那么哭啊？啊！我是你老公，有什么活他？你怎么的是给老公戴绿帽子有瘾啊？大伙，你看看咱家这日子都过成什么样了？你还有心吃咸醋呢？那你说，你说我跟田茂林是什么关系？我哪知道什么关系啊！别喊，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啊！别喊，上哪儿去啊？不用管了。什么去啊你？怎么的你？你想去哪儿？我就问你，你想去哪儿？你想去哪儿？你告诉我。去奶奶家？你这是啊？啊？避难去啊你啊？我问你，上回买电脑，你骗家里买电脑，你还有理了吗？是不是有理了？不是，我问你是不？我问你，你现在多大了啊？你多大了？你告诉我，是不是该懂事了？你应该学会对父母感恩了。我跟你妈容不容易？你说，为了你，我跟你妈呀，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呀。你老是为了我，为了我，为了我的。八岁的时候你才出现，今天你干什么去了？我站住！我站住！站住！
谁钱呢？谁掉的钱？儿子，走，来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的钱？不是，我知道那个什么，你不是你，不是小偷，我不是小偷，小偷，别喊，吓着孩子。小偷，不是，抓小偷，小偷，看小偷，不是，抓小偷。那个什么，我在那捡那个什么钱，我是在那捡，我是偷小偷，不是，打够他，偷我钱，不是小偷，我掉钱。我再来一次，好了。看见儿子。